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有一天，在普陀洛迦山上，无数菩萨都聚会在观世音宫殿的宝庄严道场中。释迦牟尼佛坐在宝狮子座上，要为大家演说总持陀罗尼。在场的有总持王菩萨、宝王菩萨、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华严菩萨、大庄严菩萨、宝藏菩萨、德藏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等诸大菩萨，以及大比丘、龙王、众多天神都前来集会。世尊，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？愿世尊大慈悲，说此神通缘由。善男子啊，你们应当知道，今天的法会中有一位菩萨，名叫观世音自在，他从无量劫以来成就广大的慈悲心，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，为了让一切众生得到安乐，他秘密释放了如此大神通。世尊，为了让众生得安乐，免除病苦，得寿命，消除恶业，为了让众生成就善根，远离恐怖和畏惧，速能满足一切愿望，今天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想为大家演说，唯愿世尊慈哀听许。善男子啊，你有这样大的慈悲心，为了众生的安乐而演说神咒，现在正是时候，请速为众生宣说吧，如来和诸佛都随喜你。
世尊，我记得在无量亿劫以前，有一位佛名叫千光王净住如来。那时蒙这位佛怜悯我及一切众生，对我说了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。然后佛以金色的手为我摩顶，对我说道：善男子啊，你应当持此心咒，广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求得大利益、大安乐。在那时，我本是初地菩萨，听闻此咒后，立刻超越第八地。我当时心生欢喜，于是发下誓言：如果我将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，请让我全身立刻生出千手千眼。我刚发愿完，当时身上立刻出现千手千眼，悉皆具足，十方大地六种震动，十方千佛都放出光明照处我身，更遍照十方无边世界。如果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童男童女，对广大众生发起慈悲心，要诵持此神咒，应当先跟着我发这样的愿：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知一切法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智慧眼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度一切众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善方便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成般若船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得月湖海。观世音，愿我速得戒定道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登涅槃山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速为无为者。南无大悲观世音，愿我早弘法净身。我若向高山，高山自摧。我若向火汤，火汤自消灭。我若向地狱，地狱自枯竭。
完愿后，专心称念我的名字，还要称念我的本师阿弥陀如来的名号，然后再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，一夜诵满五遍，能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。世尊，当诵持大悲章句的人和天人临命终时，十方诸佛皆来接引，无论此人想投生在哪个佛土，都能随愿往生。世尊，如果有诵持大悲神咒的众生堕入三恶道，我誓不成正等正觉。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还不能往生到佛国，我誓不成正等正觉。如果诵持大悲神咒者得不到无量三昧辩才，我誓不成正等正觉。诵持大悲神咒者能灭除一切恶业重罪，如忤逆十恶、谤人、谤法、破斋、破戒、破塔、坏寺、偷僧起物、污净犯行等，全部都能灭尽。唯独除了一件事，就是对此咒心生怀疑者，就连小罪轻业也不能消除，更何况是重罪呢？不过虽然不能当即灭除重罪，还是能远做菩提之因，所以一切天人应常常诵持，勿生懈怠。诵持此神咒的人，无论身患什么病都能痊愈，世间八万四千种病全都不能侵扰他。诵持此神咒的人能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而且一切鬼神各种天魔外道都不能侵扰他。这个陀罗尼是由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的。世尊，这位菩萨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他能宣说这样的陀罗尼？这位菩萨名号是观世音自在，也叫年所或千光眼。善男子啊，这位观世音菩萨有着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，在过去的无量劫中，他已经证得佛果，名为正法明如来。他有着大悲愿力，因为发起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、证得佛果的菩提心，正法明如来才现作菩萨像。你们这些大众及诸菩萨和天龙鬼神，都应该对他恭敬，莫生轻慢。借人天需常常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并专心称念他的名号，如此能获得无量福报，灭除无量罪业，
命中后就能往生到阿弥陀佛的佛国。观世音菩萨所说的神咒真实不虚呀。当观世音菩萨说完这个神咒，大地六变震动，千余宝花缤纷而下，十方诸佛全都欢喜，天魔外道恐怖畏惧，所有参会者都获得了果证，无量众生都发菩提心。Parsaya.
听的说哈，马拉那拉说哈。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，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，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你以为是糖果、咖啡或奶茶可以提神，其实这些都是毒品。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混入多重毒品，让你降低戒心，小心这些，哎嗨哎嗨！好奇一试，青春一试，防毒反毒不碰毒。诸三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、各位信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透过电视台的网络平台，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。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，墨学是在台北龙云寺。在107年接任了龙云寺之后，那因为龙云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，是在过去贤顿老和尚，那贤顿老和尚在他的年代是跟白胜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。那贤顿老和尚呢，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龙云寺。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，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。那墨学明来在接任龙云寺之后，
也真的看到龙云寺我们的僧众啊，年纪都很大，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，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那也很老旧。那为了能够重建呢，就配合政府的围绕都更，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，大家的帮忙之下，我们已经取得了围绕都更的重建计划，也取得了建造，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。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，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，那在此透过网络电视台来向各位法师向各位信众联络，来请求大家来护持龙云寺，来赞助龙云寺的重建。龙云寺的重建将来是在台北市一个都会区的道场，希望透过十方信众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，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，让龙云寺的重建能够早日的完成。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，我们龙云寺呢必须在31个月，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要必须完成。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，这对我而言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在此呢，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来向大家说明，来向各位诸三长老法师来报告，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我们龙云寺，让龙云寺的重建早日完成，让我们的僧众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在龙云寺好好的用功办道。在此默学，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还有我们诸三长老来给我帮忙，来给我加持，来给我们这个在经费上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确实在这段时间呢，阿伯也真多了，因为中间哦，龙云寺已经拆除了，但现在要重建，也势必要完成，但是开始经费哦，真欠款。希望各位信众跟咱斗三工，让咱早一日完成龙云寺的重建。而且再次感谢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的扶持，感谢各位，祝大家法力充满。阿弥陀佛。今仔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百关斋戒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饮醉华丽之城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有斗心，不管听寡母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，随喜功德，阿弥陀佛。